机票我买了，今晚上咱就飞。欢迎你再次来到美丽的三亚，庆祝我们齐聚三亚，喜迎新春。小姐姐，我是真的很喜欢。行吧，我也很正常。 等大侠就带你去江湖里闯荡闯荡，葵花点穴少。早排你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俩就是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我知道我以前挺不靠谱的，但是我不甘心，我还想和你走下去。也是吗？你这妆，甄嬛妆，好不好看？这是不是甄嬛黑化之后的妆啊？我不管啊，该有的谭元必须得有。 还有更刺激的吗？你的人生都没自个儿想清楚。今晚将共同见证世俗世界前世。对不起，忍不住发出了急叫。碾压了吗？你躲这儿干嘛呀？对啊，我为什么？